114在同向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上行车。 OK， 同向四车道咱们就应该知道每条车道最低速度是多少呢，是110、90、90、60。他说车速高于多少的应该是在最左侧，最左侧也就是速度最快的，所以它应该是110。